600多位亚裔高中生在4月29日参加了第19届美国亚裔青少年领袖会议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拥抱挑战，学生透过小组讨论和分享经验来到学习领袖的才能。在场馆里面亦有多间大学和政府机构的摊位，为同学提供升学和就业的资料。Asian descent. They have a place where they could gather and see, network with other Asian students.